这个呢叫做茶寮啊。茶寮的意思就是这有很多人在做木材的生意。不过古早木材的生意都结束了，现在留下来是这间沙烟最该有名。沙烟在北部较流行，南部嘛有，但是无遐尔济人爱食。哦，综合，综合阁有吗？有。哎，恁这是水沙还是啥物沙？水沙鱼哦。啊。有人讲唔通食沙烟，因为伊所使用的是豆腐沙，也就是宝玉类的金沙。无啊，要怎只食啦？米是青米吗？排骨烧面，排骨烧面哦。啊，放几种啊？生笋，哦，笋啊生哟。哦，安尼好，我泡泡笋。我是故意，唔是食饭时间来的，人则会客啊，安尼客客客。哟，哦，你这八仙菜哇，最甜啊咯，哦。哦，这真多名人来过哦。大不大？哇，这多名人拢来吃过呢。大份种类比较多哦，看你。没有啦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吧，因为只有两个人而已啊。大份的算了，大份。我是说，没有，他把我带着走吧。没有，他是种类多，不是分量多了。嗯，种类多好啊。对。我吃饱可以带着走嘛？那有可以吃得完呐、啊。里面有什么跟什么？鱼肉、鱼皮、鱼肚、鱼尾。鱼肉、鱼皮、鱼肚。还有这啥？鱼标，鱼标哦。大份才有这样这些种类，小份都是鱼肉、鱼皮两样。好好好好 ，OK， 好。家里自制的酱料，啊，这是大份的哦，这大份的哦。他说种类比较多。几几年啊？啊？几几年啊？咱家？哇，我也去了三十三。你做啥？啥？你第几代啊？我第三、第四个，你也做刷鱼。哦，第四个，就恁囝嘛吼。哦，啊，第五啊，就恁孙啊嘛。第五咧算第几啊？啊，莫做这啊。这行国个，你做这行，人个做侪人拢足出名，做侪人拢。啊，也未趁钱啊。哦。未趁钱有啦，还未趁钱。啊，食会饱尔，啊，这袂重啊。做这袂重。咱这沙鱼，沙鱼烟吼，有个人讲是啥物咧宝玉啥物的，这无啦，你要看鱼种。对，这是水沙，应该是鱼种。有鱼种有裂管，也不是说宝玉的裂管啦。哎，豆腐沙，我知，迄豆腐沙甲金沙拢是宝玉类嘛，够明。金沙就是豆腐沙。哦，金沙是豆腐沙嘛，系啊，那宝玉也袂使嘛，吼。我不能加料。所以那照头家讲起来，沙烟并不是使用豆腐沙，而是水沙咯。真侪人来到这，叫一碗排骨烧面，点一盘沙烟，安尼就真享受咯。沙烟，你的沙烟，你吃。下面两只烟呐。先生，马超，啊，马超，哦，马超，哦，这是什么工啊？哎，这先是一个蔡英文吗？是啊，蔡英文，哦，好吃哈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